我记得你小时候很有礼貌哦。你在你旁边挖鼻孔吗？你说坐着乖乖的接受访问啊，妈很可爱的。天哪，那个才四，你说六岁四岁？四岁有一次，长大之后还有一次，穿礼服去上康熙。四岁，你四岁我访问你耶，我要找一下。然后大家那边看说哦，当然大家讲的是小 S 其实冻龄哎，他们就是小 S 跟娜娜在一起，真的，一比就知道他那个岁月催人老。那么小的时候，天哪！好小哦。还蛮皮的，你看你，会不会觉得很奇怪，有点诡异的感觉？你妈那时候也是女的，还蛮年轻的。那时候肚子里一滴滴，啊，那是怀孕。嗯。你的腿，你看我那时候多瘦。而且那时候什么都能吃哎，麻辣锅、泡面什么都狂吃，怎么样都胖不起来。你看我那么小，在你旁边。那我在干嘛？你姐妹。文静，我超会讲话的。你男朋友是 Jasper， 小时候的男朋友，那四岁的时候男朋友。好奇怪的感觉，对，好奇怪哦，这很诡异，看得很不爽。I don't like that. I don't like that.